天桃。好浓郁的能量，就这样一鼓作气突破到至孤境第七重。让罗松跑了，不错，但他身负重伤，我们务必立刻进攻地球，逼他现身。他当真为了送死？若是地球的所有人都因他丧命，他还能苟活不成？若是此神功赶来，一切就完了，哪怕鱼死网破，我也要罗峰付出血的代价。天桃真不愧是神果，这样我应该就能和至孤境九重的强者抗衡了。罗峰，你修炼的速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如此磅礴的能量，即使是贺老也需要两三天才能完全炼化。眼下自是越快越好，我必须立刻返回地球。那你上来吧，告诉我回去的路。多谢。我们去宗州。洛神殿、玄光宗以及司马世家联手，竟然攻不下区区一个地球位面，这样下去无法跟家主交代啊。我们遭到了顽强的抵抗，地球武者拥有奇怪的功法，再加上修为受限。一群废物，加派重兵，一日之内必须拿下。报！不，不好了，有敌袭。慌什么？难道地球位面还能发起反攻不成？他们有多少人？一个人和一匹马。什么？大师！天啊，东西！这诡异的功法和传闻中的一样，难道是罗峰？司马家和洛神殿果然动手，还好金血天马的速度够快，看样子他们也才刚开始进攻，先杀出一条死路来再说。司马金尊和天玉雪恐怕很快就会率大军赶来，仅靠我一人难以阻挡千军万马，这势必将变成一场灾难。罗峰，我找到传送阵了。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云蒙，能请你帮我去送信吗？眼下只能相信师父所说，此神功会看在我破解气纹的功劳上驰援我。当然，送到哪里？此神功醉龙峰，在那之前我必须死守住地球。砍伤。大儿一起上。是。他们人太多了，先撤退。我来挡住他们，翻江倒海，最后交给我。一来，快走！杀了他们，拿下地球位面。没有时间了，我们还能等到他回来吗？一定可以，我们一定要撑到他回来。我们先走。这气息是……传送阵又启动了，这么快就来援军了？奇怪，怎么才一个人？雷虎鼎！阎王，真是的，总算是赶上了。地球，我终于回来了。罗峰，怎么会是他？峰哥，是峰哥，老大回来了。哇，地球有救了！别慌，现在他的修为也降到了四重，我们一起上，杀了他！修为压制又如何？对付你们这群杂鱼，同样无敌。太好了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雷轰顶！快撤退！立刻报告家主，罗峰现身了！还想逃？很迟了，就拿你们来试试新九黎圣刀的威力。
快逃啊！